到要什么方法能更了解他们？就是以问卷调查，调查一二年级小朋友的不喜欢的科目，然后我们一个年级有调查三个班的问卷。那你设计问卷，问卷的题目大概有喜欢的科目和不喜欢的科目，有去一年级一个班宣导我们的活动。现在在做什么呢？我现在在统计我们回收的问卷，调查他们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。结果之后你们打算做什么呢？就是把他们讨厌的科目让他们变有趣。你们的进度怎么样？我们已经统计好问卷了，喜欢一年级喜欢的科目是数学，二年级最喜欢的科目是英文，一年级最害怕的科目是英文，二年级最害怕的科目也是英文，二年级喜欢的科目和最讨厌的科目都是英文。所以我们发现二年级有的人喜欢英文，有的人不喜欢英文，不喜欢英文的人比较多。按决定怎么样？决定要帮助他们不要那么害怕英文。请问你们现在在做什么？我们在讨论剧本。看影片大概的想法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用这些简短的单字发然后先写出一本，用这些简短的单字我们的一本剧本，然后放在影片里面，每个单字都会写。上的助理有 one cat， 豌豆 ，one pig， 豌啊，哦。下次可以拍完影片的时候可以给更多人看，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，所以拍完影片之后没有很多的人看到影片。希望改变就是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对于课业不要太